你这是一个粉菜，它后面粉粉的，粉粉，粉粉的。三粉菜，谢谢。对对对，小叶龟苓，对。就现在这个季节是开始了。这吃什么？有点像那个菠菜，也是老菠菜。对对对。它、啊、那个吃什么功能？它这个其实也差不多，它大部分都是那个叫抗氧。抗哦。所以你看，对，它这个就剥下来，里面就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。不多。照看看，照看看。好的，这是青蛙，这个还是娃娃了。他们是小只的，大大的是像这个。它长大的吗？要大，要大一点点。现在青蛙很少了，现在。小只。汤叫独门汤，修的是阿美族有很多歌，阿美族有很多歌，后面都是妈妈说出来，就是说对天地的感恩，像他一样的坚韧的意思。有他的双新年和无畏，这个无畏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对天地的感恩，哎，像他这样的坚韧的意思，会啊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事情没有顺利，不用担心。他几个月之后，一下就是讲到很好笑的一个很重要的，我阿妹左右肩，你们没有底气，要不然在那个都是他们那家的那个亲戚。啊，这中文怎么讲？这是苋菜。哦，苋菜哦。民间好像说六叶苋金冠，炸那个苋菜。苋菜啊。苋菜，就说它的甜非常的丰富，但是一般那个钙也很丰富，都是野生的。对，我们这个都野生的。对，有白的，有大白的，还有但是有白的，对。所以它是吃素的人，这个是仙桃，苋菜，Okay, everybody， 这个吗？对，午餐吗？啊，午餐。Did you recognize this？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播嘛，这个。Okay, look at her. She's feeling it.里面的还这个，我们是这样剥起来。他们是这样剥的。好，那么快。我刚才那么剥，还没有看清楚不剥。你要看我剥，就这样剥掉了，对，慢慢的这样剥，这样，然后呢？金瑞是的。从这样剥，就这样剥好了。就是这个。这个要怎么拿？要拿点水啊？不洗的。要拿点水的那个。爱国家子，在国家子，在回。牧场。哎，他有没有？老师，林婉如老师不是哦。这个就是牧场，也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生吃。我们保证给你们好吃。好吃吗？尝尝。后面给我一节，后面一节就好。人家还打不开呢，我一直忘记。那你有点忘记的，你看这个都是可以吃原住民的。好了吗？还没。昨天中午有没有吃？他们有没有吃牡蛎飞叶？啊，牡蛎叶啊，还有前天的中午绿色的菜有没有？绿色的菜就是这个，茶叶子在那边倒。有一道菜我们叫什么？名字就叫竹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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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住民叫木鞭子。哎，竹桂。等一下我会让你们看它的种子。因为它像海里的鳖甲，这个芋豆，讲义的义，就从你们刚才看到绿色的菜，加那个南瓜，加这个，这个，通通可以煮成一锅，营养都到齐了。最后呢，要放这个辣椒，要想吃的就放一个辣椒，也在汤里面也可以。You combine all the different veggies and pull them into the soup. 对，最后也要吃这个辣椒。And if you want
a snapshot of the chili pepper. Somebody want to try? To top it off with that. And that. Very spicy. Hot. Yeah. This one you have to Very spicy. Hey, 阿金，来一片哈，来闻一下它的味道。你揉一揉，揉一揉就比较有味道。揉一揉，来。揉揉，那个叫什么干锅？这个山上一定有很多，不能吃哦。那叫大鱼，这个，它这个哦，这个就是有野生的。This is celery, but wild.Grow in the wild, okay? So rub it, don't use it. Yeah.